你干嘛呢？嘴里含着东西。嗯。啥东西啊？吃了。刚才我听见有女的说话了。啊，我姐。你哪有姐呀？刚认识。徐婷，我错了，真的。 晚了，不是，我说这边天已经很晚了，咱俩是两个世界了。你还回美国吗？不去了，这已经都回家了。哥，明天这电话号码就不用，打不通了，别着急，瞎想。 干什么你？干什么？睡觉啊！你去回你屋睡去。我现在哪有屋了？你哥住宾馆了，去吧。你真让他住宾馆啊？你怎么这么残酷啊？哎，没人性。哎哎，这大晚上的你干嘛去了？这是？伺候黄大仙去了。他非说他自己右脑震荡。你干脆就住黄大仙那儿去得了。 没人性。哦哦，对，那个，哎，你那手机给你放桌上了啊，那个大仙儿给你哥那手机，你哥拿走了。哎，你干脆把我也卖给黄大仙儿得了。一手机就把你卖了？行，可以，不关门啊。真是没人性。 有电话卡吗？有，啊，您给我来一张。多少钱？10。
连马路都不会过。啊，问你，去这个地方应该怎么走？啊？去这儿坐车。哦。北京地铁。先去这儿吧。三里屯 SOHO 坐地铁方便，而且看上去好像比另外两个地方要靠谱。靠谱。公司地段在好的地方，相对来讲比较正规。啊，那应该怎么坐车去？坐地铁。你过马路往右拐，300米以后能看见一个地铁站，坐1号线转10号。谢谢。坐过马路跟上战场一样。我顺路。祖国人民添麻烦了，我刚回来。从哪儿？美国波士顿。本来我上回要去的。啊？没去成？嗯。谢谢。走。多少钱？算了。那怎么好意思？不让你给带路，就让你破财。我身上没零钱找你，收你整这不合适。那等以后有机会，我请你干点啥。哎，你别误会啊，我这人心眼挺好的，就是嘴有点损。谢谢啊。其实此刻我心里是充满了感激，真的。全在心里。在这儿吧。好。你多大了？啊，42。40多岁回北京来找工作。点儿有点背。你是做什么的？出版社，出书的。现在还有人看书吗？不多了。估计现在人啊，你给他本书，他得先找找开关在哪儿。我是学计算机的，以前是在中科院上班。在10年前，牛哄哄的辞了职去美国，去做了6、7年的房产中介，可以说是一事无成。这头上个月，亲眼目睹自个儿老婆出轨，一气之下就回国了，在飞机上差点被气死我。你好像有心事。没有。这在北京，像你这么好心肠、这么漂亮的姑娘不多吧？房产中介挺累的。还行。我说在北京做这个。没事儿，我身体挺好。别太辛苦。叫我叫徐天。太冒昧了。
姐，刚才总监找你呢。哦，那个，刚路上特别堵。哦，没事，反正你们资深编辑不要去全天坐班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，总监？哦，现在没事了。刚才让报提案来着，我就报了一个。反正他已经通过了，你看看。这个不就是心灵鸡汤吗？嗯。总编不嫌腻啊？我姨夫口味可重了，我妈老说呢。师傅，你得支持我呀。支持你。下班以后你有时间吗？你吩咐。到我家坐坐。荣幸之至。没别的，就是告诉我爸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从现在到未来，一直都是，永远都是。以前也是。早就是啊。去忙吧。阿姨，哎，阿姨，哎，阿姨，您进，您进，您进，看看，来，来，看看房，看看房，哎，阿姨，里边喝点水，阿姨啊，对我们这房太热，哎，行吧，倒杯水给阿姨，哎，阿姨，您在这儿坐着，我给您拿单子啊，阿姨，您看，这是我们新住的，有客户电话，我电话，两室一厅一卫，吉庆里小区的850号，这小区现在特别小，真的，可期望您在美国做房产中介，对。做了6年，第一年没有执照。卖过多少房子？得50-60套了。都是别墅啊？也有公寓。美国房子好卖吗？越来越不好卖了。跟北京一样，只要努力啊，就成绩。三和房产就在这儿。在英国？大中华地区总部，看那楼了吗？一层都是我们的，我们这是分部，光我们这样的北京100多家呢，不过成绩最好的是我们家。啊，今天出来匆忙，房产中介职业证没带。哎呀，美国那没用。那也不需要什么上岗培训之类的。不用，立即上岗，按成绩提成。老六，老大，新来的啊，徐天，跟你们组了。啊。走，每平米3000多的装修标准，北面正对着朝阳公园，视野特别特别好，真的，您相信我。我就在你们楼下呢，穿身黑西服，手伸起来了，冲你招手呢，看见吗？不是，王先生，我都在这儿等您快2个小时了，公司都没去。是，我知道是。还过去吗？过去什么呀？根本买不起。拿包吧。咱们去哪儿啊？待会儿到了业主那儿啊。啊，我就是买房的，定金20万，您付货啊。身份证带吗？带护照。拿着看看。一个，这我什么时候付你20万呢？哎呀，假的，让你签就行了。你对这套房子很满意，不过呢，希望一周内可以成交。
要不然就买工人大道那套。哪套？工人大道还有一套，你也很满意，不过这套更满意，明白了吗？有点明白了。原业主交了定金啊，有你一份。这业主交了定金，那房子就卖我了。交了定金就不急了嘛，啊，到时候再找别的买人。这我明白，就是自己给自己做托儿是吧？到时候啊，你在现场呢多打几个电话，我们就说呢是跟你媳妇儿现场商量。媳妇儿离了？离了你还不找啊？倒是，徐先生特别难约啊。上次来那位啊，是他太太，定金都付过了。哦，你们看，这是徐先生护照。哦，哎，你看看。徐先生，您辛苦了啊。不客气。啊，您这房子保养的真好。住了有十年，我们呢。把它卖了，回老家住去。啊，那个徐先生如果决定了，叔叔阿姨就刷卡交定金吧。啊，行。您看，我打个电话。哎，啊，徐先生跟太太打个电话。应该的。阿姨，那咱先办手续吧。好，我去拿银行卡。哎，快电话！哎呀呀，电话！好，你看看，哎，哎，哪位啊？没有买主，定金交了就要不回来了。啊，阿姨，您说完密码。密码来。哎，等会儿。喂，你好，春蝉出版社。我找梁小慧。好的，请稍等一下。哎，你好。我是徐天，记得吗？你工作门禁卡丢在地铁里了，我怎么给你呢？下班以后我去取。那行，那在三里屯搜狗，我在那儿等你。啊。就在你给我介绍那个，房产中介。好，哎，给谁打电话呢？我太太。你太太？你不是没太太了吗？你不行找一个呀？装什么装啊？啊？我的任务不就是装吗？哎，等等，哎，等等，等我一个，傻子，哎，等等，哎，不是，这定金交了吗？得有我一份啊，把护照给我。大哥，身体一般啊，早饭吃多了，没消化，没消化，你是拿我俩当傻子了？你们俩拿我当傻子了？懂规矩吗？坑人的规矩不懂啊，往后还得二位多教教。没往后了。那也行，护照呢？没有。不是我说，咱客气点行吗？哎，很客气了呀，啊？拿来。叫爷，说对不起就可以。对不起。对不起谁？大爷，你大爷，别跟他这儿说。想动手是吧？行，先把护照给我，来，就不给你，给我拿自己拿，别跑，你给我站住！
东西啊？第一次见面，你得体面有礼貌。谁让你花钱了呀？我有钱，我家里条件好。多少钱？你告诉我，我转给你。姐，你别这样啊！都说好了，我们是好朋友，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就这一次啊，下不为例。哦，知道了，去拿快递。谁啊？我爱人刚去世不久，我爸他怕我孤僻。我猜也是。你太聪明。小薇姐，这是你的快递。好，谢谢。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不能直视，一个是太阳，一个是人心。东西要是丢了，不过方圆百里；但是人心要是丢了，爱情要是丢了，那可就是海角天涯。又是谁说的呀？这个记得。又对了，我，等我下班以后啊，我有点事儿，要不你改周末到我家去？我东西都买了，这隔夜不放冰箱就坏了。那要不然的话，我陪你一块儿去办事儿，然后办完事儿以后一块儿回家。你就不能一块儿去？不能一块儿去啊？那要不然这样，你把地址给我，然后我先去。到时候再等你回来，这样的话还显得咱俩更熟。成。OK。那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伯伯哄得呀心花怒放。等你回家。相信你。你说的都是真的。我这头一天来，往后可能也待不住，没必要跟您这儿胡说八道。老六，在哪儿呢？回来。这儿有客户。我就是想要回我的护照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行业，就是被这群害群之马给害的。你看不看？你别走，真需要你这种正义感的人。我这有正义感不挣钱？还挣钱呢？挣回来的全是官司。你这意思我能接着干？你当然接着干，他滚蛋！滚蛋！你俩去哪儿了？后边抽烟呢。你不是说在朝阳北路吗？怎么一有客户你跑得跟兔子似的？不是老大，这不是工作第一吗？还工作第一呢？明儿总部结账，凑眼睛消失。老大，谁是老大？护照给我，给人家。看不上咱们干一仗，回来打小报告，像个娘们儿。犯不着。大哥，你哪儿呢？你看看，北京人。怎么？别丢人！你干什么，老六？你管我干什么？不归你管了不是？包给我放下。包给我，听见了没？包还给我。你们真动手了，经理，你
您贵姓？武然。这名少见啊。你们打架跟我无关啊。对，肯定是跟你无关。这三和房产是正经公司吗？中华地区总部，我要过去办事儿呢，跟我去看看吧。爱丁堡的那合同呢？签了吗？我签了。拿过来。哦。干什么呢？在这儿。您刚才说我能跟这儿干。能。签劳动合同吗？聘用合同按业绩晋升，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。什么时候能签合同？明天。起薪是多少？3000加绩效工资。我会努力的。明天见吗？明天见。您好，您是需要看房吗？啊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儿有个员工叫徐天吗？徐天？没有。啊，谢谢啊。没事。你怎么了？运气不好，碰上歹人了。你的卡。打你的人呢？不碍事，就是包被抢了。贵重东西有吗？贵重东西没有，就是一周吃的药在里边。一天吃几次？明天再到医院开了。一天吃几次？早一次，晚一次。晚上吃了吗？天还没黑。带我去找打你的。哪儿找？这上午还在这家公司上班呢，下午因为我让经理给开了。叫什么名儿？干什么呀？坐下。啊。坐下说话。我这人爱打抱不平，从小这毛病。看着。上午帮我指路的时候，我心里还纳闷呢。碰上雷锋了，雷锋没听说过。我这毛病就叫李雷锋。瞧你帮的人叫什么名字？老六，胸牌上写着孙健。你要是能找着他们，那就不是李雷锋了。那是什么呀？女福尔摩斯。瞧，我适当一回。那帮人是不是跟他们都认识啊？他们不会管这闲事儿。干你这行最喜欢什么？卖房子，喜欢买房子。那明天咱就上午啊！哎，好，再见。孙健在吗？老六。啊，找错门了，旁边三河的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呀？什么事儿？你说吧，事儿。啊，这样，本来约好的下周跟他签字，但是我们想明天就签了。出国之前把那手续都办好了。嗯，哪套房？他经手的。哦，房源都是通着的，他经手我经手都是一样的，服务保证您满意就是。公园大道那一套，装修标准，每平米3000的那个，您买了？老六在哪儿呢？啊，先生贵姓啊？姓徐。啊，徐太，您别着急，我带您找老六。刚子，把车开过来。
老六给你们调过来，保证服务周到。老六，老六，老六，怎么了？没找你。找我？张小凤，敌情复杂，话不要。要。我做主，不要了。晚了。哦，大哥来了。啊？包拿来。哎，这谁啊？大哥，你不没媳妇儿了？你是不是男人？找一女的帮忙。包拿来。里面东西央不少就算了。行，来，喝两杯啊，喝两杯给你啊。什么玩意儿？把我们诓来要包了？没你事儿。冲动是魔鬼。谁是冲动？谁是魔鬼？那我运气怎么这么好？一大早起来就碰上你了。萍水相逢都这么愣，我也不能认怂啊！啊，别去。没事，我还能喝两口呢。你跟这儿歇着，我去。哎，那他们更拿我不当男人了。我无所谓。不是你什么路子？待着别动啊，关键时候叫救护车就行。喝一杯。刚换了心脏，医生不让喝。滚蛋！别怪我没跟你说啊，咱俩打架是咱俩的事儿，拿我包算抢劫，利索点，包给我。大家都太平，不然报警。报警啊！报一个试试。报。就是横着也得教训一下。死你！教训我？啊？干嘛？啊？干嘛？坐下。孙队。这里边没我什么事儿啊？坐下。瞧着那包呢。手放桌子上。别说你，拿包走吧。谢谢。靠起来。别动。不是，来，来，来，我没办法。哎哎哎！你报警了？关键时刻。怎么来的都是便衣？我怎么知道？那现在怎么办？吃药。先送我多不合适。你是伤员。行，那我接你。再见。哦，对了，明天三和地产我正式上班。不会再挨打了吧？要挨打有你呢。不过老麻烦你也不合适吧？要么交个朋友。怎么交？给我你的电话号码。改天给个机会请你吃饭。谢谢你，要不然我想不通。想不通？你一个大美女，素不相识，现在没这么仗义的。我呢，这么大岁数了，长得又不怎么样，又是个穷光蛋，雷劈了你也不会看上。想不通。热吗？其实有点。那你的风气扣还系那么紧？周末吧。在哪？三里屯 SOHO。行。再见。哎。
哎，电话号码呢？赶紧回去休息。啊，几点啊？正常走。这是我房间吗？吃了吗你？吃了，打牌呢。干嘛去了这一天呢？不饿呀。你也不来个电话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的，急死我了。刚买了电话号码了，我给你吧。不是，你这日子就打算就这么过下去了？那怎么过呀？找工作，努力工作，不都这么过吗？什么工作？除了工作还有生活呢。啊，生活。生活里头还有婚姻、爱情、家庭。哎呦妈，行了，您让我喘口气儿吧，我这刚掰。您这简单粗暴的，恨不能一下什么都到位了。米兰他是担心你。知道，姐。不是你这嘴怎么了？这是。哦，见义勇为来着。啊。后悔了，下回见死不救。兰芝，你听他说这叫什么话？你说啊，好容易养大这么个大儿子，这半道上砸回来，恶心我！你这孩子，你急死我了！我这心脏都说了，现在立马得休息，赶紧睡觉，咱明天再战斗。什么心脏怎么说的？我怎么没听着啊？悄悄跟你说的啊？累一天，谁让你累一天了啊？就少你这一份工作。他回来了就好了。哎，米兰，我们走吧，走吧。啊，徐先生，宵夜在这儿。啊，我那包。我呢？哦，对，电话号码给我。我回头信息发给你啊。走。你慢点啊。行了吧你，白等他，一句都不带听的。兰芝姐。往后能不能把这宵夜改成早餐呢？三顿都给你备齐了得了。妈，这兰芝姐过的是美国时间，中午是她那儿的半夜，不合适。行了吧，甭理她，走。